经常往这边走吧，啊，去上那边看房子，上那边看房子就在这个道走。去年来，这每年怎么也要来个一两趟吧。这中式的，农家乐好像是。然后你看这平地啥都种树了，是麦子。红绿灯处，柳鸭线和接打电话拍照。哎呀，垂杨柳，垂杨柳麦田，杨树。这酒店可好喽，这比昨晚住的好太多了。你家那里是县城啊？那里是乡镇。乡镇。这里是北。又换个地方。可大电视可不小。什么琅琊榜啊？我们到一个公园来了，看这花，漂亮。叫啥公园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这花真好看！这猴哥讲话太漂亮了，真漂亮！这玫瑰是月季，月季。漂亮了，真漂亮！我也雌雄了，你说漂亮，真漂亮！这么大朵呢，这不是用什么药喂的哈？我觉得我种的花还中等吧，没看长那么大。这一株花要得有就上几十朵。这现在养花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，想让它开多长时间就开多长时间。好了，走吧。你看这城里有这种小公园，多好啊！城中心，溜达溜达。今晚又破戒了。又破戒了，来吃。来吃烧烤呗。嗯，这个东西，这个螺，我在广州时候在那隔离就看见了，就想整一份吃，没会点，没点上来，就没吃成。不是每个都有肉的，这里就没有肉。起锅了，这有肉，鸡大头，盘着老贵，看羊肉串大串，哈哈哈，嗯，开吃了。这两天不减肥了，就快吃。哎，可劲吃东西多幸福啊！这些减肥减的，啥都不吃。就是。小菜，晚上吃点清淡。
没事，偶尔这大吃一顿不要紧。小黄鱼儿，椒盐鱼，没照着你。开心，我老开心了。今天吃饱了，今晚不减肥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把猴哥馋坏了，我特意馋着猴哥，看着回国多好，多开心。喝一碗吧，这碗大吃二喝，减肥了。啥小黄鱼？啊，全都自己扫码了。我买个护发素，这跟我开小店的时候可不一样喽，全都是用现代的了，一扫码就行了。国内多热闹。